马镇的表演让现场是热闹滚滚。在云林斗南星光社区有一个相当特别的镇头文化——布马镇。其实过去是乡亲的休闲娱乐，随着时代演变，变成现在宗教庆典不可欠缺的民俗活动。不过布马镇现在却面临失传的可能。一定的传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！咱即马吼过来，可能会失传，因为我即马吼来咧学的人真少啊。所以哦，有阵我讲哦，咱伫这個、咱伫文化这个部分吼，希望讲啊，咱作为咱国家的一挂文化的中官，应该重视这款啊，咱这传统的物件，互咱的这传统尽量会当来传承落去。为此，星光社区发展协会是相当积极在办活动和课程，来鼓励居民认识和学习布马镇文化，希望将布马镇的文化在社区里生根，并且于5月21号将长年以来的推广成果在他里雾美学生活馆展出。有几百年的历史，所以咱希望讲，把咱这个社区这个会当甲传承记录落来，然后后代人拢知影讲，哦，咱社区有这个这么甲人无共的迄个布马，啊，除了咱即个布马电视以外，佮咱社区，哦，社区阮的一寡即个活动的电视，吼，哦，咱的古典，咱佮有囡仔的免费的课余班，吼，哦，啊，即拢有一寡作品，吼，哦，伫遮，咱会当欢迎大家做伙来看。策划这次展览的湖尾科技大学团队表示，今年是校方进驻他里雾文化园区的第6年，长年以来不断记录斗南各社区的特色，期待透过这一次的展览，让民众感受到更有文化深度的星光社区。好，我们湖科大进驻他里雾园区大概是迈入了第6年了。那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初衷，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他里雾斗南镇的24个里的珍珠，那不断的盘点，然后透过这个平台把它发扬光大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他里雾的一些文化的特色。星光布马镇文化特展在云林斗南他里雾生活美学馆展出到7月31号，欢迎有兴趣的乡亲可以前往参观。记者李佩云现采访报道。